上要出场的是不仅会点灯而且会炒面的星星女孩王心凌队。哇，好紧张啊。加油吧，我们尽全力，尽全力就好。记住位，不要被任何影响。一二三，耶耶耶，懂得没问题，实至名归，全力以赴，全力以赴，绝对可以。这一次王心凌队他们要挑战的是一首未来感的电子风歌曲，而且还是第一次来挑战帅气风格的舞蹈，非常期待。这一次呢是灯组加糖，有了我们舞蹈大神唐诗逸的加入之后，一定会光芒万丈。这个脆咱俩就是咱俩不同。我很感谢唐诗逸，他的出现让我们这个团队在跳的这个方面一下子变得更有信心了。有点兴奋吗？不错不错。嗯，耶耶耶，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队伍，你们会想怎么样介绍这个队伍？啊、我们这一共是就是个 bad girl有自己的态度。对 Bad Girl 你们有什么样的就是口号或者是整齐划一的态度吗？你等一下自己看，不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我们最坏的态度。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路是没有尽头的，路上遇到的人和所见的风景都是不同的。我喜欢在路上，那个终点也许不是我最初初心想去的地方，但它也依然阳光明媚。我会朝着希望的地方走下去，那前方的希望就是我想要去的地方。在路上偶遇到不同的姐姐，这些事情还挺美好的。人生真的没有很长，所以我没有时间不开心。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然后比较懂得去平衡生活、工作或是周遭的人事物，可以把自己过得舒服自在。有请王心凌、吴谨言、钟欣桐、蔡卓妍、张天爱、唐诗逸带来有妈炒面。拆掉。
城市丢空白。I think their performance was very energetic. They had fire coming out of everywhere, and there was a lot of things to see at once, which was very pleasing to the eye. 这首歌我们其实用了一个类似速度与激情的一个概念的场景，呈现出街头风，但是又带一种赛博朋克的感觉。除了起舞部分以外，我们还特地设计了一个棒球棍的舞蹈，希望可以给到观众感觉到他们的力量感。甜美的女生去演绎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可能会形成很大反差。特别唐诗逸在解决当下所有发生的问题的时候，是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和智慧，这一点让我看到了他的闪光。谢谢酷酷的六朵金花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五二五三赵唐，好，设计的好棒。我们首先来问一下我们的二位师姐，只能说他们六个人是真的太配了，我基本上是瞪着眼睛在看的，我害怕错过了每一个细节，非常棒，谢谢大姐。唐诗逸你知道吗，你真的你是什么舞都能跳啊，你太凶了，给别人留口饭吃吧，哇，范儿正着呢，第二一个我想说一下那个阿娇嘛，你看阿娇真的太吓人了，她来了这个节目瘦了20斤，为此奋斗，我很喜欢这一组，超棒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六朵金花，刚才有一个棒球棍的那一趴，可以跟我们再来一次吗？好好好，5 6 7 8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，谢谢，
谢。如果各位喜欢王心凌队的有妈炒面，记得投三号，做好准备，你们的决定将会直接影响到第一个胜利席位归属到哪一支队伍。60秒投送通道现在开始。你一票，我一票，有妈炒面需要票，有公道很重要，不是和你开玩笑。拜拜，请你投票，投票，投票，投票。这一次大家真没什么时间准备这个拉票环节。投票投票，三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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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投票投票投票投，三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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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他们也累了，所以就是也记不住，就投票投票投票，大家都很辛苦。刚运动完特别好睡，而且这里还有冷气。时间到，投送通道关闭，马上揭晓王心凌队的结果。这个结果也关系到第一个胜利席位的产生。王心凌队有妈炒面的最终结果，请看大屏幕。今天有一些小插曲，这整个过程中施一奇今天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。恭喜王心凌队有妈炒面获得了903的浪花值。这王心凌队在宁静赛道的团队挑战赛当中排名第一位，率先斩获本季的第一个乘风胜利席位。谢谢，拔得头筹，很激动，很激动，拿下了第一个乘风胜利席位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王妈妈，我们会继续努力的。我们会继续努力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阿杰老师，谢谢方杰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辛苦了。好的，谢谢各位，可以回到后台休息一下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不影响，不影响，不影响。觉得那是可以的，圆的非常好。好。